瀚星海中，坚持一种梦。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穿越风和雨，是为交出我的心。直到遇见你，我相信了命运，这未来值得去努力。妈，没事的，烫死我了！哎呀，别动，别动！来来来，赶紧坐下。哎呦，轻点，轻点啊！哎，我给你熬了粥，给我烫的呀！哎，不能干活啊！你现在可是我们家重点保护对象，记住，你现在就好好的在这坐着，保护好我的大孙子，什么事儿都不用你操心。哎，来，怎么可能什么事儿都不用操心啊？怎么了？好不容易天外天的新产品才上市，势头不错。可阿丽呢，却跟个小孩一样，总是想着怎么能够一步登天。我怎么劝她，她都不听。真担心她会不会出什么问题。会出什么问题呀？你看看你，老是一副教训人的样子，老是跟教训小学生似的，哪个男人他爱听啊？我告诉你，如果你再这样，那男的都得被你吓跑了，都找别的女人了，我看你怎么办。到时候有你哭的时候，你可别来找我啊。行了行了，您别担心了。妈跟你说啊，听妈的，这男人呐，有的时候啊，你也需要哄，知道吗？就像这个老夫老妻，也偶尔的要来一点小情调，这样感情才会深。听懂了？看来天外天的秋鱿鱼销售的事态越来越好了。嗯。有些地方都出现脱销的情况了，可是咱们的藿香鱼出现了滞销的情况。反正这都是暂时的，一切都在我的掌控当中。对了，啊，那件事你办的怎么样了？啊，实验都已经成功了，我现在正找人啊，准备相应的资料呢。嗯，可是好像对方还没有加码的打算，是不是太便宜他们了？是有点便宜他们了，是时候给他们加把火了。蒙娜丽莎餐厅吗？啊，好啊，我正好好久没去了，那等一下见。嗯，拜拜。
大早起来就莽莽撞撞的，你犯迷糊了。穿这么漂亮，肯定是去见心上人，对吧？哦，快去快去快去，省得去晚了以后人家怨我们长辈的拆散你们。快去快去，去吧去吧去吧。观众老兄啊，我对不住你，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从来没想过要害死你，是你自己不小心摔下去。你大人有大量，你可不要找我麻烦啊。哎呀，我求求你千万不要来找我的麻烦啊。哎呀，你是自己摔下去的呀，这不能怪我。我求求你，求求你千万别找我的麻烦呀，求求你了啊！我给你烧钱，我给你烧纸，求求你，求求你，你拿着路上花，求求你，求求你，大人大量，不要怪我，求求你。你不是出去了吗？怎么还在这里？跟个鬼一样。是你心里有鬼吧？我有什么鬼啊？你不要胡说八道啊！你不要说话，你在给谁烧纸钱？你刚才说的话我在外面全部听到了。是你，是你害死了唐叔叔，是你害死了唐叔叔，你这个杀人凶手，你的良心怎么会？你这个死丫头，我还要问你呢，你为什么要诬陷养你这么多年的爸爸？你以为我想？我宁愿这些我都不知道，我宁愿这是一个玩笑，这是一个故事，你懂吗？可能这一定是你听错了，对，你听错了。听错了，你的噩梦，你对邱有余的反应，还有你烧的纸钱，每一个都是铁铮铮的证据。你干了那么多亏心事，你说我听错了？不然呢？你要我亲口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吗？你以为我想害死他？我也是逼不得已。谁知道他那么倒霉就摔下去了。你爸爸我才是受害人，我被无缘无故的当成了杀人凶手，成天提心吊胆的，你怎么就不可怜可怜我呀？真的是你，你做出这种事情，你居然还能说出这种话。唐叔叔死了，唐着他们这么伤心，你难道看不到吗？你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又是唐家，又是唐正，我才是你爸，我才是你的亲人，你为什么总是帮别人不帮我？
因为你不配，不行，我要去报警，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是你害死了唐叔叔，你是杀人凶手。 难道你真的要去告发养了你20多年的爸爸吗？你这是会被雷劈的！你忘了，我和你妈是怎么含辛茹苦地把你养大的？你非但没有一点感恩之心，你还要把我往绝路上逼！我倒想问问你，你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 如果我不这么做，我一定会充满自责，充满内疚的。你怎么就这么冥顽不灵呢？你要是把我供出去，你以后跟唐正怎么办？你觉得他还会义无反顾地跟杀父仇人的女儿在一起，爱你，对你不离不弃吗？ 甚至连多看你一眼都不愿意，什么爱情，什么曾经，他都不记得了。唯一对你剩下的感受，就只有恨。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坚持了那么久，吃了那么多的苦，难道就是想要得到这样的结果吗？没有了他的爱情，你还活得下去吗，小希？ 爸爸是真的为你着想，不想你去干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你可要为自己的未来打算呢。够了够了够了，不要说了。如果因为这件事我没有办法跟唐正在一起，那是我们没有缘分，上天不眷顾我们。 我无话可说，谁像你是我爸呢？但是事实就是事实，真相就是真相，我绝对不会因为我自己的爱情去隐瞒这一切，我做不到。够了！你这个无情无义又死倔强的臭丫头，我到现在总算看清你了。 我根本就是养了一头白眼狼，而且是一头笨头家的白眼狼。好，既然你这么无情，又讲不清道理，那我也懒得跟你费口舌了。你先看看这个。 怎么样，要不要拿去检验一下，看有没有被处理过？还是你根本就感觉到了他们之间那种不正常的气息？你想怎么样？哼，只要你敢把事情的真相说出去，我就把他们两个人的奸情一五一十、仔仔细细的告诉天心。 我就是临死，也要多拉几个陪葬的。爸，爸，爸，你怎么能这样呢？你不能这样！爸爸，我也是被你给逼急了。我知道，你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孩子。 宁可不顾自己的幸福，你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唐丽和甜心好好的家庭破裂，对不对？再说，甜心的身体那么弱，她要是知道自己心爱的丈夫背叛了她，
你觉得他还有他肚子里的孩子还能活下去吗？啊，你怎么就这么冥顽不灵？你要是把我供出去，以后你和唐正怎么办？你觉得他还会义无反顾地跟杀父仇人的女儿在一起爱你，对你不离不弃吗？他会讨厌你，甚至连多看你一眼都不愿意，什么爱情，什么曾经，他都不记得，唯一对你剩下的感受就只有恨。说什么？只要你敢把事实的真相说出去，我就把他们两个人的奸情一五一十、仔仔细细地告诉天心。不错嘛，全线飘红啊。不是不错，是非常好。你见过哪家公司的产品能够一上架就马上卖断货的？啊？当然没有了，有也只有你一个。我昨天还听几个业内专家说呢，如果天外天能够加大投入生产，光是秋优鱼这一项明星产品就有可能打破山水这么多年来在这个产业的垄断地位，成为霸主呢。真的？他们真这么说？那当然了，咱们最近这些订单啊，全都是要求追加的订单。艾丽，我真是觉得秋优鱼可真是潜力无限啊，咱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扩大生产啊？这个我还得再考虑考虑。有什么好考虑的？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回我们的家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在公司要跟我保持距离，万一被别人看到了，那甜心的……又是甜心，甜心，你怎么心里全都是他？我已经够委曲求全了，可你不能这么偏心吧？我不是偏心，甜心她现在怀孕了。而且身体又不好。可是我也怀着孩子呢，你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啊？
哟，今天吹的什么风？程总经理大驾光临，有何贵干？我今天来，只是想让你归还一部分市场。我知道最近天外天的秋鱿鱼卖得不错，但我觉得它没有那么大的潜力，占那么多的市场。最重要的是，天外天不比我们山水。你们这样大量的投入资金，但收入有限。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总有一天会被掏空。我是为了你们好。为我们好？我看你是嫉妒吧。你看到我们天外天一路涨好到现在，你就怕我们夺了你的霸主地位啊？你凭什么认为我们负担不起这个市场？太自大了吧？是吗？如果真的没有问题的话，按你们秋鱿鱼现在的涨势，你本应该加大生产力度啊，但事实上没有，这难道说明不了问题吗？我们没有，并不代表我们没有这个打算，只是时机没到而已。时机？什么才叫时机？别给自己找借口了，我们大家现在心里都明白，虽然藿香鱼现在的涨势比不上秋鱿鱼，但我们山水家大业大，耗得起。我也不怕告诉你，我们已经加大了对藿香鱼的生产力度，就是要跟你们天外天玩一玩。怎么样？你敢不敢？好啊，玩就玩。别以为只有你们山水能玩得起，我们天外天一样可以。好，我等着。拜拜。唐丽，你就得意吧，我会让你爬得越高，跌得越狠，我要让你粉身碎骨，永不翻身。只有我程超群才是真正的王者，真正的赢家。这个程超群怎么这么嚣张啊？现在可是天外天占优势，凭什么听他的呀，对吧？他还以为我们一直都不加大生产规模是怕了他，哼，要不是看在当初他分给我们市场的份上，才不会理他呢。既然他这么猖狂，就别怪我不客气。就是这个老大的位置早就应该趁这个机会给抢过来了。看你累的，小心点啊！哎，我不娇气，我会心疼的。得了吧你！你没事吧？对不起啊。没事。Thank you.
你看看你，老是一副教训人的样子，老是跟教训小学生似的，哪个男人他爱听啊？这男人呐，有的时候你也需要哄。小姐，请问我可以帮你做些什么吗？你不想说没关系，那就什么都别说，因为你想说的也就是我想说的。小溪，虽然我们现在没住在一起，但是我知道我们的心比以前在一起的时候贴得更近。我只想让你知道，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遇到什么，碰到再大的困难，我都会在你身边。只要你心里大声一喊阿正，我就会出现。谁教你的？好老土啊！这真的是我自己想的，真的很老土啊。嗯。不管多老土都好啊，你都得忍着，因为这全部都是我心里的话。最近我们都为着别人的事情在忙，几乎都忘了自己。不过今天晚上就只有我们两个，我为你做菜，只为你做。请问我有这个荣幸吗？嗯，以前不是常说喜欢看我做菜的样子？你待会儿一定要看得仔细一点，千万别眨眼，要不然将会错过什么。我会看着，一分一秒都不会错过，因为我怕错过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你对我幸福微笑的样子。干嘛？弄什么东西啊？庆祝你带领天外天获得好成绩呀！哟，刚才那个是额外奖励。老婆，嗯，谢谢你。有没有什么好吃的？我饿死了。就知道吃。走，吃饭去。哇塞，可以呀！这么多好吃的。哎，妈呢？哦，妈，等不及你了，吃完饭就回去休息了。哎，哪像我这么好，等你等到这么晚。老婆，你真好。最近公司太忙了，等哪天空下来，我们到外面走走好不好？等你哪天有空再说吧。啊，空头支票我先收着，快点吃饭，快。多吃一点啊。哎，
你最近工作肯定特别忙，都没好好吃饭吧？嗯。秋鱿鱼卖得这么好，真是辛苦你了，老公。嗯，老婆，我跟你说啊，嗯，我们这回秋鱿鱼真的卖得特别好，所有的同类产品都被我们打败了，还有，就连山水都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们赚钱，所以我决定，从明天开始加大投入生产，一定能把山水打败。很多业内人士都说了，嗯，我们的胜率很大，说不定可以取代山水在这个领域内的垄断地位。老公，会不会太心急了一点啊？秋鱿鱼才上市没几天，什么变数都有可能发生的。咱们还是先不要加大投入生产比较好，风险太大了，还是先等等看吧。啊？为什么要等啊？人家程超群都已经叫嚣到门口了，说明他已经怕了。这个时候我再不进攻，难道还要等他缓过来啊？我再跟他对抗。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咱们做生意是为了赚钱，不是跟人对抗的。再者说了，任超群跟咱们的关系好不容易有点缓和的迹象，你又想破坏啊？啊？什么时候缓和？他根本就没有跟我们缓和的意思。老婆，再说了，我加大生产也是为了天外天能赚更多的钱，我哪儿不对了？你看你，我没想跟你吵架，你发那么大火干嘛呀？宝宝都该笑话你了。你呀你，什么时候才能像一个爸爸？我怎么不像爸爸了？你就是一直觉得我幼稚，所以才一直挑我问题。不是，我怎么就挑你问题了呢？我只是不想让你做事那么急功冒进而已。咱们又不是没有吃过亏，上次你还没有吸取教训啊。难道你又一次想要天外天跟你一起冒险呢？是，都是我的错，天外天早晚败在我手里，可以了吗？阿丽，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就是这个意思，这次是稳赢的事情，你对我还没有信心。如果你对我这么没有信心的话，当初你为什么要我接手天外天？你干脆找别人算了。你无理取闹，你。我怎么无理取闹了？我的想法永远跟不上你的想法。这顿饭我快别吃了，你根本就没想过庆祝。说都是错，宝宝，我跟你爸到底怎么了？没事，我刚刚在路边不小心撞了一下。哎，怎么不早说呢？哎呀，哎，真的没事。哎，你干什么？你要干嘛？我当然是要帮你处理伤口啊。哎，你先坐着，别动啊，别动。流血了，哎，怎么受伤了都不说？我没关系的。哎，你不要乱动，你就乖乖的坐在这里，我去做好吃的给你吃，好吗？小时候啊，爸爸常会这么做，每当他把我放在这里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很幸福，因为我能看到桌子上很多美食。最重要的是，
我可以看到他很认真做菜的样子。这些呢，都是我一辈子不能够忘记的回忆。对不起，对不起，是我爸爸害你失去了这一切，都是我们的错，对不起。可是，我要怎么样弥补，才能让你找回曾经那些记忆？怎么了？怎么哭了？没事，我只是感动，感动。好了好了，我就不跟你扯这些了。那我现在去给你做好吃的，好吗？嗯。坐着，别动。我只好拼命的去记，拼命的去记，想要把你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每一个眼神，都刻进我的眼睛、我的身体，还有我的生命里。可是怎么办呢？我好慌，好乱。越是想要记住，你的样子就变得越来越模糊。会从此就这样消失在我的世界里，任凭我怎么喊，你都听不见。给我拿酒。唐丽，来，起来。来，我陪你喝。他们都说我不能喝了，其实啊，我还能喝。对对对，你最能喝了。但是你不能喝，因为你有孩子了。哦，我差点把这个都忘了。我跟你说啊，只有你最支持我，最相信我，永远会顶我，你对我最好了。天心，天心，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什么成朝群，什么山水，我都不放在眼里。为什么不相信我？为什么不相信我？为什么？唐丽，唐丽，来，你看我。哎呀，别喝了，你看我，唐丽是最棒的，唐丽是最棒的。哎呀！对，唐丽是最棒的。唐丽是最棒的。耶耶！最棒的。哦，最棒的。最棒的。耶！小溪，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我也觉得好快。
我能够跟你说出我心里的话，我真的觉得很开心。我们之间，不管中间隔了多少人，再大的距离，再多的问题，但就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没有隔阂，所以我们到现在还依然在一起。小希，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将你心里的问题告诉我。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一起去面对，一起解决，对吧？没办法逃避了，就到这里为止。有些伤口，它终究会显现。只是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样美好的时刻？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哎，等一下。喂。我以为我能够为了他安定下来，谁知道是一个误会，所以我还需要四处寻找，四处走走。静清，你一个人回去可以吗？要不要我们送你啊？不用了，看样子他们要比我预计的死更快。山水才是秋游的专利权拥有者，我们山水的程家秋游已经拥有100多年的历史，而且于近日我们已经向专利机构提出了专利申请。我相信爱会是你最后的执着，我相信爱是夜空最美的烟火，纵然我们都曾哭过闹过痛过，舍不得放开彼此双手，我相信爱会兑现所有的承诺，我相信你就是我最好的选择，眼泪是挫折也是快乐，别怀疑爱情自有天。